什么话要对家属说？吴先生，对，先生，有什么话要对家属说明一下？有什么话要对家属说明一下吗？执照吗？先生，有什么话要对家属说明一下？有什么话要对家属说明一下吗？执照吗？你们是有执照的吗？你们是有执照的吗？你们是有执照的吗？有什么话要对家属说的？可以说一下吗？会有抱歉的感觉吗？道歉吗？好。